第二机器旁边都是陷阱啊！真的，好看起来是安全了、啊。我看，你们看，我看杰克，哇，这样、啊、不是杰克啦，那个音乐卡在这边，我们就过不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、欸，然后音乐就卡在这边，我就过不去了。哎，没了，没路了。 就车子那边了吧？看，马上看，想挡路啊！石刻碎片可以换一个兑换用的货币，什么碎片啊？水晶吧，水晶碎片那怎么？噗噗，开车喽！不要站在前面，恰恰，还有范围吗？好像没有。没有哎，没有，这次没有。哇，这种很厚的哎。 哎、欸，我的血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前面有个灰色东西的。有镭射，有镭射。就是你，是那小。<笑>不对啊，在车旁边会回血才对啊，豆子不是可以吗？不要打他，车前面不要打他，车前面。车子会停住。哇！我按到画面外了啦。 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不能太远哦，会被那个。哦，车，我死了。保护吗？车卡住了，我被高卡住了。哦，卡住了。我不会跟那只飞龙卡着。哦，先开盾，先开盾，我先去救了。啊！拉一个起来。 哦哦哦！哎、欸，我是卡在车下面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们是救不到我。对。外面的雷射要先打，雷射好痛哦。哦。没事，先打雷射。这样我拉到吗？还是他坏掉？各位。啊，就好。对。 啊，外面的镭射死差不多，还有一只新的镭射，我去打。哇塞！哦，上面你怎么了？怎么上面怎么了？哇！发生什么事？车锯走，锯走了，车锯走了。OK OK， 会不会刚刚其实要打盾吧？会不会其实刚刚其实要打盾牌吧？打盾，后面。 哎呦！那、欸、What the fuck? What the? 哦，是的，快点击，快点击！这盾到底是要保护我们还是？我来啦！哎、欸，可以耶，杰克！怎样？ 好多火、啊！哦，你都是补火吗？好倒了。你倒在哪？外面。我外面。我在九。哦，好。我感谢。这有 bug 啊！5秒怎么用9啊？我还冲哎、欸！来，回来车子附近了，回来车子附近，我开盾喽。都回来了吗？好了，回来了。开盾。先处理那个。 被盾挡掉，哇！一只镭射死，哎呦，左上，右上，助手，哦，死掉了，哦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但是一段距离会有一次那个啊，敌人大突击，75趴应该会有，还有一次，嗯，哎，这谁？啊，对不起，我的手刚刚突然很酸，对不起，直接站在车前面挡住，啊。
我刚刚拿着方向键加空白啊，超酸。他还很好心的不扒你耶。小心地上。那个桶不要接近，他就是直接爆炸的。哇！我又死了。啊，痛！哇，哎呦！呼呼！哦，哇，这雷声很烦。还有两秒才能开盾，开！我去救人。好，救完走了，救完走了。我听到一个叫声。我叫的，不好意思，好听吗？好听。哎呦！雷射！巨人死了，巨人死了，剩雷射了，剩雷射。雷射是很难打哎、欸。看来死掉了。看来那个谁，杰克这个玩法玩不成啊。伤害太低吗？不低啦，只是碰到这个关卡有点，要看关卡啦。太宽了，那种窄窄的，像那个有点像地牢的那一关就很好用。嗯，哦、好了，可以救人，先救人。哇，十几次啊，两次哎、欸。我已经挖两次还三次了，我也快差不多了。哦、我死三次了，救两个人。我好像还没死，只是我的血量都在边缘。我踩到红色，死掉了，掉死掉死掉，先救人，先救人。在哪里？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已经拉，我已经拉，我在拉了。哦，好。我被推了一下。99，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，加油！打那只龙。我又是他开的天，化身为龙。哇！我被电死了，在车子下面。好。那只龙快死了，那只龙死了。哎呦，那只龙死了，车下面。没有，他在外面，他在外面。白痴啊！我以为你在车底。不是车底，不是车的下面的副驾驶。我拉开了，妈的！你上就拉就拉了。我怎么出去？我怎么出去？来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我开盾，中间我开盾。好，来了，到了。开开开开！有了有了有了。感谢。哇。哇！我突然觉得这个隐形好好用哦、喔，妈呀！真的，这个好好用哦、喔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好结束了。啊！这个游戏都这么累啊！干，好像真的要摇杆摇杆玩呢、欸，我现在手好痛哦、喔，手背好痛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有一把一样的刀哎、欸。哦，啊！因为到12点呀，对啊，到12点。耶！哦耶！今天每个人都当到，伤害够高了吧？坦克出，可是他不是伤害最高哎、欸，我不是伤害最高。哇！你承受最高啊？应该是吧，承受最高。对啊。可能死亡数也有差、啊，有可能。我做最后的时候死一次而已。等他先论伤害，再论死亡数。大兵，当兵。嗯，小。我家存货。39，需要放射性水果。开个晶片好，2500，额外护甲值1000。它是额外护甲值是会被打掉没办法回的那一种吗？还是就是你的防御值啊？
盾护甲。林家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来我这？哦，我按错了吗？滚！滚！还是谁？躲避后速度提升，看这个，生命加2500。拆掉，拆掉，这个拆掉，通通拆掉。有什么可以拆的？刚刚说什么碎片换那个啊？什么碎片？他们讲的啊，说碎片可以换，去哪边换？一个兑换券，不知道。当地人不是没看到、啊，对啊，没有啊，15%额外战利品，废土漆黑表面上的放射性水果，哦，还可以跟商人有折扣哦，真的假的？有，我有一个商人特许折扣，但是他要强化过才会获得这个能力。哦，在哪里啊？你是什么东西？第三个装备栏。哦。嗯。先抽个。OK， 抽。抽。医疗包治疗点增加15%。放射性水果。需要好多放射性水果、哦。好啊，35关啊！我来看看啦、喔。35关跟40关，35关我觉得我们就打得很累了，打35就好了。嗯。走吧。反向换补哦。对啊。还是有一个补会比较安全吧。回归。不能回归了。你那把枪好大把、哦，有没有被这把枪补过啊？好补哦！哇哦！我感觉我补的时候，我要会趴在地上瞄准的那一种、欸、真的，他前面有枪架。对，然后屁股我们会被哦这样子哦，补、嗯、到了。我觉得不是屁股怎样，我就是觉得直接屁股贯穿了吧，贯到前面去吗？哦，那个很痛。击杀目标，一个目标。哎呦喂，这把伤害有起来。哎呦，我要敌人了、哦！哎呦，怎么突然被撞开了？先吃个。这把枪有点雷、欸，怎么了？我打过头，它就是会过热。啊？还会过热？对啊。你还要缓一下，缓一下这样。嘿。是。没东西，没东西。喂，没 DNA。那要下去吗？它不是有个楼梯可以下去？下去吧。哎呦，我丢的没事没事，吓吓队友的。等级二。哎呦，啊，现在补包也是会变大吗？还没，那是二等的技能。上面有亮亮。这里有亮亮吗？楼梯上面。看到了。亮哎！让我出去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碎片钥匙碎片。有人在偷刷。
三十的机身。你们走到这里会不会跑进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？有，很奇怪屋顶画面，跑到屋顶去了。他的我，哎，屋顶跑出来一个东西挡在那。哎、欸，又是这里耶、欸。等哦，有人说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三十等金色关卡。金色关卡、哦，金色关卡跟一般关卡到底差在哪里啊？我们金色关卡很辛苦那个吗？对啊，就是刚那个会的 combo 的那一只。对啊，我们就只有打过那一次而已，就金色关卡。可是他掉的东西有比较好吗？我们不是就出来了吗？是可以挑战那个的，那个还蛮刺激的。对啊，我们都已经这边了。哎、欸，杰克看起来是不想要捡这个东西啦。嗯、对啊。那我捡完了。哦。哇，那、啊、你就不是跟上次玩明灯笼一样，自己先去拨尾巴、啊。拨完了才知道。我先。我已经拨过了，最恨就听到这句话。然后妈妈，我拨过了。哎、欸，下面楼梯有人哎、欸，有人慢慢走上来了。他在笑哎、欸。没人发现我在这里。是啊。上面没有路、欸、修欸，上面没路，这边没有、啊、下面吗？这里吗？这边没路啊，这不能开啊，走回去了，这条路也走太远了吧，怎么、欸、这正是这边吗？是吗？不是欸、欸、金色关卡的战利品奖励都会比较好，但强度也比较强。好、哦，怎么想啊？可是来呀、啊，走啊！哎、欸，原路那边吧，往右边走。对，刚才屋顶挡住了那旁边，旁边有一条路。我还没走到就三等呢。走路也可以练等啊。哦，我射线变红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过了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吃啊。嗯，哦好。怎样？没关系。不是没关系，补更多。没关系。那你牛肉就自全熟。好意思哦，那牛肉不是说，真小，可以分享一下牛排吃全熟的感受吗？不行，他还在嚼。我直接隔壁了、哦，不理你们了、哦。这不是王嘞、啊，小王嘞，小王打。对啊，二房嘞，这不是，等一下，是小王嘞，引出来呢？要不要把他引出来？那边很难打呢。好痛哦！他是弓箭手，那个引爆，咦、欸！跑远一点嘛，跑远一点，让他出自己走出来吗？想要说我就站在这兒、欸，有人死了，有人死了，哎呦！哦，他不会走出来哦，不是，是他旁边会有电啊，不是走出来问题啦。他的效果，他的效果，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我觉得这效果对我近战来说太不利了。箱子，我想说，如果你不掉箱子的话，我就是……哎、欸，有满吗？哦哦哦，有他没有吃 UK 的，对对对，你跟他小UK 的箱子好不好？刚出生啊，不够钱，70块不够钱，我这60，哎、欸，下面有箱子，后悔。有钱的，有钱的，有钱的！亮亮，亮亮，哪里有亮亮？什么金色叫不叫萌？你在讲什么？公傻，金色的框，金色的公傻，你比我阿神高，你阿神，我知道。嘿、hey, ，也有金色的啦，什么东西？
嘿、欸，有红色又有金色的嘛，嘿、欸。啊，那是黄色，不是金色。哦，不是啊、哦。地雷、哦。那你怎么知道它是黄色？地雷。没有回答的意思。那、啊、你怎么不想录？哎、欸，很臭！自己加油，自己加油啊！去死啊！自己加油。自己加油。哦哦哦哦哦！地雷，地雷，地雷，地雷。还有痛，嗯，子弹跟那个子弹风暴，哦，我要炸到了啦！我拍谁拍谁？哎、欸，你们不回头吗？你们在哪里？我怎么迷路了？你们在哪里？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！哎、欸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。哦呦，一代。那个石头加三十加五十趴，那个买并不是说什么你下次吃到加五十趴，是当下给你补十趴的意思、欸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嗯，对啊。他的翻译补一下。翻译问题。补什么？你要自补一下。我没能量，都被你们吃光了。我就跟你讲，我这个不能一直射到会过热，过热我就不能再补啦、啊。那是其他靶会比较好吧？可是这一把是等级最高的。哇！我走回来了、欸。嗯，绕一圈了。对啊。嗯，走下面看看。没有战争迷，往右边走吧。右边不是我们走过来的地方吗？是吗？是啊。大陆之类的。左上吧。感觉左上哎、欸。我走下面看看。这里吗？这一条有地雷的。嗯。哦，是这里吗？这里还有怪、欸，这里有怪。这边吗？哇，七等了。逛街。这里有怪。没有，这里我们这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们好像不同地方。把地雷踩掉。小心地雷。他在外面。哎、欸，他地雷就放在外面哎、欸。我把地雷踩一踩。什么地啊？我们这里啦，我跟繁星这边。贴着左边走吧，就会到。嗨，我已经走到你们前面的。你啊？啊那个嘞？杰克嘞？杰克人嘞？杰克，你声音是没声音？杰克？不见了。杰克没声音了。他是人，人应该还在吧？要不要叫救护车？嗯，救护车，喂，医院吗？没有麦克风，没声音，怎么了？我刚去上厕所。你去上厕所？我没报告。哇！我刚刚说我上厕所一下，然后你们说七等的，我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们三个人一直在等你，找你，找不到。我是没注意到。还有开始说吗？聊天室有吗？有啦，是说有、欸，因为我聊天是比较准啊。我是没注意到，有这些 mod 的时候有、欸，有个 mod 没听到，我没有回应不算。没有听到、啊，没有，你知道，哦，我快要撞出来了，你怎么撑那么久啊？啊，我要撞出来了！那眼睛会爆炸，死掉了。啊，不是我的被动是增加那个吗？嗯，救人一秒钟。眼睛死了，眼睛死了。上面有大补包。哦，两只。哦，我被揍了，我被揍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开盾。哦，那完结。
对啊。是我的话问题还是游戏画质变低了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看起来游戏画质变低了。游戏画质变低，家没有东西哦。嗯，地板的材质变得很简陋。没有哎、欸，这是我错觉吧？眼睛累了吧？就是你慢、欸。靠背。哇，为什么？远距离射，捡东西也没射。有弓箭手，对面有弓箭手。那有东西可以捡，我去捡。我这边人说都没听到杰克去上厕所。没关系，对啊，有人说没听到啊。嗯，感谢超级留言。等一下出现那个我没看过的壁纸，英镑？不知道，应该不是英镑，它二十块，但是是蓝的。它是一个蓝色的，不是，是一个二十块，但是蓝色的图案，蓝色图案代表台币三十块那种吗？台币三十块以下的才会出现蓝色。欸，这边有个大石头欸。比特币。比特币二十块吗？哦。欸，等一下要补的集中哦，范围补哦。是什么？有个大石头。它出现。奇怪东西。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大 boss， 大 boss， 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有三小，三小，痛，三小。这个很痛，对啊，下面有一只 boss， 他刚刚从一个黑色袋里面出来的，哎、欸，怎么就这样接近了啦？啊，我不要，又直接进去了。不是啊，很多时候都要等人啊。哦，这是 boss 吗？不是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开盾，开盾，盾盾盾盾，没事。我盾，我先救了。好，好起来了。恶魔吗？地毛，上面我要吃补，有没有来上？吃出怪了。哦，现在又来了吗？又来了！跑跑跑！球球球！哎、欸，他很窄耶，这个位置。球球球球球球球！好，没事。他想干嘛？他想干嘛？欸、他跟我生命连接了。他们吸血啊，是吗？欸、求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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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只是随机的哦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他刚是一个蛋，那个交换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，应该是。哦，麦库安。哦，我无拿，我无摕到呢。我确有人确实比刚才快。哎呦，真的耶！麦卡。那个。哦，卡了一下。我要吃补了，我要吃补了。吃吃吃吃吃！我在刷小怪，我在刷小怪加我的能量。我的五块回满血，其他给你们吃。下面还有一个野生的。那就有看到野生的五包吗？有右上角有，我血满了。哦，那繁星要繁星补一下。门口旁边一点也有一个补包。好多 DNA 哦，真的是满满 DNA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右上角一台可以买 DNA 的。你弓箭手在那边偷偷的绕，我没理他。我有理他，我枪射不出来。我想射不出来，因为有刷一下能量。
好。你看我这么红了之后就没了，就卡蛋。哎呦！哇！哎呦！哟！没事没事。人嘞？你们走去旁边了吗？下一区了，我们在，我跟繁星在下一区。那你们刚刚 DNA 也花掉了吗？没有，我想说留着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刚刚没有 DNA 的商店啊。哦。DNA 留着。哈基来。嘿、hey。后面。后面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在前面的怪。Okay.